我妹妹跟他一起去作秀，然后忘记去哪里了。反正呢，人家饭店一定招待他就是最好的饭店嘛，所以给了我们一整排的 water， 然后就是对我们这些小朋友来说，哇，这个水超贵，超好喝的。节目主题聊到出国丢脸的事，森妮分享曾跟着吴宗宪到国外作秀。完秀呢，他就带着我们两个小的一起去搭飞机，然后过海关呢，我们两个小的被拦下来，然后拦下来之后呢，当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位本土天王的两个女儿，两个卡棒全部都是我。两姐妹经建饭店真拍名牌矿泉水，突发奇想带相机，却被海关要求打开随身行李检查。就饭店里面偷水，偷拿两个古董，就算打开我也傻眼。我心里想说，还摆出天王的姿态，怎么搞？对，一瓶矿泉水有什么好？那可以转过来。一开两女儿包包，瞬间让综艺天王颜面扫地。Sandy 回想当时情况，还是觉得好丢脸。很天兵是那个 carry on， 我们居然打算 carry on 两手提的啦，哇，太丢。现场来宾听完妇女出国闹出的糗事，全都笑翻。Sandy 也说这是小时候发生的事，长大根本不敢了。记者陈奕轩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